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三角形 ABC 中啊 ，AB 十二 ，BC 十八 ，CA 二十四啊。那 AB 上的高是 P， 哦，这个是 P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BC 上的高是 Q， 哦 ，BC 上的高是 Q 了啊，这是 Q。然后呢，CA 上的高是 R。CA 上的高呢，这是 R。他们说哈 ，P 比 Q 比 R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晓得那个P 乘以十八哈 ，P 乘以这个十八除以二，这个是三角形面积啊，会等于多少呢 ？Q 啊乘以多少哈 ？Q 没有。P 的话呢是多少 ？P 是那个 AB 上的高 ，AB 上的高 ，AB 的话是12，这写错了， 12了啊。Q 的话呢是 BC 上的高 ，Q 乘以18，啊除以2了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那个 R 的话哈、哦、是那个 AC 上的高 ，R 乘以24，啊除以2。好，那再约分二六十二，二九十八，十二，啊，同除以三，三二得六，三三得九，三是十二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那这个是等于，我令它是等于 T 嘛，哦，所以 P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分之 T，Q 的话呢等于多少？三分之 T。R 的话等于四分之 T， 哦，就是高的话跟底哈、哦、是成反比的，所以呢 P 比 Q 比 R 是等于二分之一比上三分之一比上四分之一啊。那我现在给它通分，全部把它乘以十二，那就六比多少呢？三是十二，四三十二。所以是6比4比3了。